孙悟空，因为孙悟空最帅。72般变化，好看。沙僧持家有道，没有，都喜欢。帅的帅的帅的角色，帅游记，帅，挺帅，都挺帅。陈飞宇他还蛮绅士的，虽然他年纪最小，但是他也有照顾大家，挺男人，挺爷们儿的。你帅还是我帅？白龙马，可以随意跳关。我应该最不商业头了，但是他们都不支持我。孙悟空，动作多，喜欢打工。努力生活中，飞宇真诚，燕玲哥傻子，鹏哥可爱，张鑫哥幽默，若云哥舒服。他帅，他帅。孙悟空，筋斗云，年纪大。孙悟空，孙悟空，超过6个字了。能吃，勤劳，诚恳，懒惰男孩。张云比较踏实，鹏哥是比较幽默，涛涛是问号，燕林是比较搞笑，飞宇是比较真诚。你希望谁会进步？有没有什么提升的空间？孙悟空72变，年龄还是孙悟空，快。唐僧啰嗦，可爱，年长，微胖，微胖。霹雳绿娃娃个儿高，盛世美颜，谦虚，每个人都是。会好兄弟吗？说出我的3个优点。孙悟空大圣天下无敌，筋斗云有钱，有钱，我是亿万富翁，摊牌了。孙悟空麻烦，有钱，有钱，有钱。了不起的盖茨比和他的小弟们。陈飞宇年轻高大，脑袋圆。岳云鹏年长，脑袋圆。子涛真诚有趣勇敢。王彦霖虎虎虎虎虎。林更新稳重搞笑帅。Cool. 陈飞宇吧，因为他最年轻。如果下次我再向你买，你还会给我吗？
孙悟空本领多，72变，体力好，年龄小。唐僧有智慧，沙僧戒律多。我是团队里最安静、最内向、最高的成员。Cool。新游记男团嘛，涛就是外向，鹏哥就是很温暖、很幽默、挺沉稳的，燕玲哥就是很仗义，也很幽默，像大哥一样。更新哥就是九亿少女的梦。我帅，厨艺好吧。若云哥逻辑性强，很聪明，很沉稳，温暖，很有商业头脑，非常幽默。请问你在我们这个团里面最喜欢的成员是谁？为什么？